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人在交通通讯传播大楼。对啊，我旁边这一位呢是我们的通气者之哥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交通通讯传播大楼呢？因为这栋就是所谓的交通部的所在地啦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来开箱交通部停车场。听起来好像很刺激哦。我们要去看他们到底怎么停车的。为什么我们要来开箱交通部停车场呢？因为在七月的时候呢，由立法委员游玉兰那边呢有举办一个协调会啦，跟交通部在讲说有关于黄红白的重机停车的问题，然后交通部呢就说要咨询六都意见。对，因为他们觉得停车的问题呢非同小可。台北市是说就是觉得那个系统有问题啦，新北、桃园、台南、高雄，对对，这四个都不同意，对，都不同意。他们都说怎么让重机停在机车格呢，会有什么安全上的问题，天下大乱，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台中呢是反而是支持的，觉得 OK， 有可能今天教室七月的时候有去搞过那个会中停车场啊，对，我觉得肯定有差啦。因为呢，交通部他们说呢，据统计有 93% 的机车呢，就是会超出所谓的两公尺长、一公尺宽的机车停车格，会有安全上的疑虑。对，然后呢，可能还会造成民众观感不佳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交通部他们自己下面的重机呢，到底是怎么样停车的，他们观感有没有好？对，好，我们就去看看。好，走吧 ，Go。我们现在到了停车场的门口了，然后这个停车场很好笑啊，就是你看它一楼这边嘛，只有楼梯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今天是无障碍，对，身障人士就无法使用了。刚刚交通部，然后这边很好笑，你看这边进来之后，哎呀，居然有电梯呢！你看，然后这个电梯啊，它最高还只有到地下一楼，哎，一楼，B3。B 三才有停车场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机车停车场了。地下三楼是机车停车场。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左边，噔噔，直接出去两台了。精彩！哦哦，刚刚好呢。汽车怎么可以停这里？对啊。好了。刚刚轮距工程师都在格子里面。那悬空的牌照就凸出来是还好，但它就是汽车。干，我们应该先带尺量啊，看量着它这个到底有没有两公尺长、啊。好，拉一下。实际格子内1.9米啦，因为线宽10公分啊。对啊，就不知道会影响。应该是不会啦。哎呀，80公分不够宽啊。对啊，77公分，完了，交通部自己里面的停车格都没有画、啊，长度也不够，宽度也不够，所以1公尺的话是绰绰有余啊，1公尺一定绰绰有余啊。对啊，那也不用画到2.5啊，你画2公尺，大家都停得下、啊。对啊，这一台它就是它，因为它前面有悬有空了大概20公分左右，所以它如果20公分停满进去的话，它后面其实是不会凸的，只会凸一个后箱出来。然后我们看前面这一台短道就刚好啦，刚刚好，对吧、啊？就是你看它车尾也有进去，然后车头也有进去，对。啊，不过呢，我觉得一定会有人酸啦，酸说这边是什么来宾收费停车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要去那个 A B 区哦，有没有交通部电梯跟中华电信电梯那边？对，走，我们继续深入探索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一台啊。是啊，就刚好、啊。没有啦，你不要骗我说这边他妈全部都是来宾停车啦，干这一台，这边一台，这边一台，因为三台。有那么多来宾，我找到我刚刚也停进来，我也是。对啊，哎、欸，看右边还有一台、欸，大那还有水、欸這個、水鸟，水鸟都停得下。对啊，对啊，水鸟完全停得下哎、欸。你看这个水鸟的停法，就是你完全会在一般的路边停车格看到这种停法。水平对卧啊，还比较宽哦、喔。对啊。加侧箱是出来啊？没有，你要想它宽度还没满1公尺。对啊，都是1公尺。它宽度根本没有干标准。交通部自己规定说机车格要画1公尺宽，妈他自己下面停车场没有画1公尺宽，笑死！来啦，我们来看小阿路啦，你看，干，你看嘛，阿、啊、你看小阿路也凸出来的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排在雪中。小阿路也凸出来的啊，照交通部的标准，这个不就不能停进来了？哦、很危险。对啊，很危险呢。干啊，那边还好几台嘞。干，你不要骗我，这边全部都来宾啦，靠腰、喔，我搞不好明天来他妈还他们还是停在这里。干，其实我怀疑啦，这根本就是他们员工自己把这边当停车场啊，就是员工平常可能
家里没得停啦。哦，就停在這，然后停在交通部这边啊。小车换大车。对啊，一定是，我觉得是有八九成机会是这样子啦。对啊，不然不可能他妈这边那么多车，好不好啊 ？A 区员工停放区，所以说我们如果在这边真的有看到的话，那应该就是员工了，对不对？虽然我觉得刚刚那些也是员工啊。我们来看，而且这边就在交通部电梯前面了。他们好像真的有在顾观感这个问题，所以这边明显比较少一点。但是，哎、欸，等等，这台是什么？哎，人事。哎，等等，这边是员工停车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画面再往右边转一下，员工停放区，人事，而且。干，哎、欸、我是不是看到交通部最讨厌的东西了？短排架啊 ，Aero 管，哎、欸、干 Aero， 而且是 Aero 哎、欸，干，哦，还，哦，改很大哦，对啊，三道的，对啊，这个就是交通部自己最讨厌的东西。哎、欸，交通部自己最讨厌的东西就停在交通部自己的停放区里面呢、欸。我到底看了三小？然后是不是要完全停得下、欸？哎，他完全停得下啊，完全停得下你看。啊、你看他车头，你看车头，而且这长度还够啊，前面完全都空的啊。他就是那个93%里面的7%。对啊，这啊没有啦，我知道了，没有，这个是交通部自己的败类，因为他改短排架，他如果是正常排架，他就会凸出来了。哦，为了要停车改短排架，哎，不良示范啊，交通部自己的员工长这样子啊。啊，等下看他左边那台也是啊，靠腰哦。哦，2023年的 Porsche。对啊。哦、oh. ，车友，你的前车友啊，对不对？前车友啊。哦、oh, oh, ，这个，哎、欸，你看他也停得下、欸，他完全停， oh, oh, 他完全停得下、欸，哎，对啊。怎么七八那么多啊？哎、欸，交通部机车停车区，对，这边写的特别明显的，我们先去看那边到底有没有什么。我们来找 S Max， 哦，你看这一台啊 ，HY， 你说酷龙吗？你看啊，前轮在，他前轮外啊，前轮对啊，哎、欸，他前轮也出去啊，后面箱子也出来了、啊，对吧、啊？哦，坏分子，哦，那个非常危险的、啊。这个他应该去停汽车格啊，不可以停在这里。笑死！哎、欸、啊，笑死！堂堂交通部，哦、我们的纳税钱都堆在这里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你看交通部机车停车区、哦、啊，下面是什么？哦欸、差吗？机车乱停啊！哎。哎、欸，结果他停得下、哦，叉面应该停得下吧？叉面也是完全的标准内啊。哎、欸，等等，而且哦，这狗好了，这狗咯，不想，我刚刚想说，干怎么会有人在这边充电？你没有很超出啊？没有，因为大洋通常比较长一点啊。但是后面是完全贴进来的嘛？对啊，前面稍微多一点点。前面稍微多一点，但是。其实我觉得交通部他们自己在讲那个什么停重机停车会超出车格，他一般机车停车会打龙头，会锁龙头，所以锁龙头的时候，你的车长又会再减个几公分进来。所以你如果说你的停车格是有完全有照尺寸，也就是2×1去画，因为我也不要求你宽度一定要一样。你看刚一堆那种画80公分那种停车格又都停得进去了。你如果长度有画标准2公尺的话，基本上都停得下了。然后。这个啊，哦哦哦，这做贼心虚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啊 ，CB 七是，哎、欸，这是750吧？对啊，你看红牌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笑死！哎，你看他后箱，他也没有，他后箱也没有打到墙壁啊。对哦，你看也没有打到墙壁，然后前轮也没有凸出来啊。对啊，所以他也是那个7%嘛，对不对？对，7%啊，怎么7%这么多？对啊，怎么7%那么多啊？一直说什么哦，93%。啊，这边还有 CB， 一样同一台车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他、啊、也没有超过，啊，后面也没有超，也没有贴满啊，对吧、啊？因为同一台车嘛，那个有装后箱都没有贴到，这台怎么可能会超过？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今天没下雨吧？昨天也没下雨，前天也没下雨啊！这个，反正应该是
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吧，这应该就证实了我刚才讲的东西啊，就是他们很明显就是员工自己的车子，然后来这边当车库，所以就搞到他们自己员工在没办法停家里附近啊，脑残哎。这一层是交通部自己的停车场，我们来看交通部自己的停车场有没有大重机。有没有看到交通部主管车区？哎、欸，搞不好这台就是王国才坐车。执行公务中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嘛？啊，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任何黄铜牌嘛，对不对？都没有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呢，我们很认真在找呢，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一台黄牌或红牌的机车哎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他们还有这种虚拟车格。虚拟车格，就是他如果真的停满的话，然后我就让你看 NCC 记者专用啊，停满了之后就可以往外停到这边来，虚拟车格。哇，聪明，公务车专用。所以都没有啊。对啊，我们已经把整个交通部自己内部的汽车停车场都走完了，然后完全没有看到任何黄牌或红牌的机车。啊、那如果记者骑重机来停呢？没有啊，你没看刚才上面有那个机车临时停车区。笑死！完全没有看到任何黄牌或红牌的机车停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都没有啊。所以说，面对这一种就是对内跟对外双标的交通部啦，我们通勤者之歌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那是要继续办停车大富翁。那停车大富翁的日期决定好了吗？决定好了。对，哪一天？10月1号。哦，10月1号是不是？中秋起义。中秋起义在北部。对，在北部。北部，所以说，请这个各位在北部的车友们，如果中秋节连假的最后一天，10月1号，礼拜天嘛，对不对？礼拜天。有空的话呢，就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啊！地点你还没决定好？对，地点我们在公布。对，地点我们在公布。对对对，我们再想想看，应该不会在交通部停车场。交通部停车场根本就你自己看嘛，交通部停车场里面自己他妈一台重机都没有啊，三小啊，三小啊！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交通部真的不要自己双标成这个鬼样子好不好啊？有个荒唐的。我叫你们员工们收警校啊！你看他们自己的停车场干嘛这么空哎、欸、对不对，应该要叫员工自己把这个停车场填满啊，有没有停满 啊对不对，一车一格停好，对啊，空成这个鬼样子。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啦，那就请大家10月1号一起共襄盛举走上街头吧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